王中军自曝卖画解决华裔现金流，这没啥丢人的，希望扛过这个冬天。近日在某论坛上，华裔的董事长王中军就讲述了自己的情况。他表示，目前华裔虽然很艰难，但是自己和全员都是在不懈地努力着。王中军还表示，自己已经开始卖画来解决华裔的现金流了，这不是一个什么丢人的事情，只是希望能够扛过这个冬天。根据王中军表示，自己卖的一幅画是著名画家刘晓东求婚，但是是110,000买入，如今10,000,000卖出，可以说这个绝对是大赚了。所以王中军这一行为也是变相的在说明了自己很会投资，很会理财，想必就是要给自己加油打气，要给华裔的股东们信心了。华裔之前在娱乐圈的地位可是不可小觑的了，比如娱乐圈的很多一线大咖都是出自华裔了，李冰冰、范冰冰、赵薇、黄晓明等等，不过如今却都离开华裔了，而华裔的整体状况也并不是很好。